其实，你没必要给我买衬衫，你的爱意我心领了。要不这样，一会儿我掏钱，你帮我选就是了。谁说给你买的了？啊？哎，伯爵，你脚多大号的？44。 他比你矮一点儿，应该小，两码。不对，一码半。嗯。哎，文英，你还要买鞋呀？嗯。那你给谁买呀？那不会是又给我买吧？行了，宝娟，我都说了，你是来给我当模特帮忙的。如果要是给你买的话，干嘛还比划？直接穿你身上就是了。哦，那也是啊。 四二的嘛，给我也来一双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喂，文英，洪七哥，你到哪儿了？正往家走着呢。那，你谈的怎么样啊？没戏，明儿我再约他们再谈谈啊。没事，我挂了啊。哎，洪七哥。 又挂了，文英，你看我也买了一双一模一样的，挺好的，宝娟，谢谢你，你今天模特当的真不错，以后有机会我请你吃饭啊，真的，哎，文英，一言为定，我先走了啊，再见，拜拜，哦，哎。 撞过去！干嘛？撞过去！撞过去！干嘛？撞过去！撞过去！说你大姑娘家的，你说哎，进人屋里来，你也不打个招呼，侵犯隐私，知道吗？行了，洪七哥，你有什么隐私可侵犯的？哎，就算你有钱，也不能这么浪费，知道吗？你说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谁说我是给我自己买的了？ 不会说给我买的吧？聪明，答对了。当当当，鞋子，当当当，衬衫，怎么样，红旗哥，漂亮吗？你不应该这么干。 干嘛，洪七哥，怎么突然不高兴了？不是，你干嘛要给我买衣服、买鞋子啊？我不需要。哎，边宇呢？这个点儿，边宇不是已经放学了吗？
刚来电话了，学校有事儿，晚点回来。是这样啊。嗯。宇哥，你就试试呗。我觉得你穿上那衬衫一定会特别好看的。如果你穿上它们，走在大街上，回头率一定100%。够了。怎么了，红旗哥？你怎么突然不高兴？人家好心好意给你买衣服买鞋，你就用这种态度对待我？不会吧？你说，红旗哥，你到底为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文英，就这种行为都是在人家热恋中的情人之间的举动啊，咱俩没那关系，我不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可是我愿意。你愿意，我不愿意，你不能强迫我接受啊！赶紧拿着退了去。你说你这又浪费，我又不喜欢。你说什么呢，红旗哥？我说我不喜欢。你到底怎么了吗，红旗哥？什么怎么了？我说过了，这东西我不要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红旗哥，你肯定是这样想的。你觉得这如果穿上我的衣服跟我的鞋，就成了我的人了，你一定是这么想的。但是红旗哥，我真的没有那么高的奢求。我觉得，你如果穿上我买的衣服跟我的鞋，光彩照人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红旗哥，人家真的是诚心诚意的送给你，你就接受吧。你还是给别人吧，我真的不能接受。文英，今天趁着边玉不在，索性咱们就把话说清楚，咱们俩根本不合适。你年轻漂亮，追求你的人多，你跟我边红旗根本就不靠谱。哥，我愿意。我说过了，我就是喜欢红旗哥你这样的，即使你千百次的拒绝我，我还是喜欢你，因为我爱你。你知道吗？爱一个人真的没错的，可做人总得真诚吧，我真的不能接受你。文英，去找一个喜欢你的人、爱你的人吧，我求你了，别再跟我纠缠。你说什么？纠缠？多难听啊！红旗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怎么就成了纠缠你了？难道不是吗？你越是对我好，我越想远离你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人在一起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如果你今天一定要让我告诉你到底为什么，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我有我喜欢的女人，虽然她也比我年轻，但要比你大很多，知道吗？对我来说，30岁以下的女人是绝对不能考虑的。我只想找一个能够过日子、年龄差不多的、对边玉好的、能够踏踏实实生活的人。那个人是谁呀？文英，我不想瞒着你，冬梅和吕少雄分手以后一直非常痛苦，我给她介绍了无数个男朋友，可她都是不能接受。突然有一天，她提出来要跟我交往。你说什么，红旗哥？史小姐提出要跟你交往？那你是啊，我没有马上答应他。我知道我自己也配不上冬梅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内心当中觉得接受起他来能够容易一点。可能是过去在一起
两个人老是吵吵闹闹的原因吧。感觉相互之间离得比较近吧。难道我们的距离不近吗？难道我们的心爱得不近吗？红七哥为什么会选择他抛弃我呢？不要说这么难听的话，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确立过恋爱关系，这怎么能叫抛弃呢？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。我一厢情愿，我纠缠你，这就是红七哥你要跟我说的话吗？现在也只能这样了，闷英，对不起。如果你再这样逼我的话，我会很快下定决心，我会和冬梅马上确立恋爱关系，也许很快就会结婚。所以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，去找你真正的白马王子。总之我边红旗就是一个小小的保险业务员，你就饶了我吧。红旗哥，你真的这么讨厌我吗？真的这么讨厌我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？这样下去对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好处。难道你不明白我的心吗？我走了，红七哥。把东西拿上。先放这儿吧，红七哥，以后我再来拿。难道连这点要求，红七哥都不能答应我吗？文英，其实我也不想这样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只能够如此了。对不起你，我向你道歉。我知道你不能够接受，我已经决定了要跟冬梅确立恋爱关系，我不想再隐瞒自己，不想再委屈自己。你就成全我吧，文英。许阿姨，许阿姨，你怎么了？许阿姨，我，许阿姨，你怎么了？
许阿姨怎么了？不会是你拒绝许阿姨了？边缘，爸爸决定跟你冬梅阿姨好了。这样真的好吗，爸爸？这样真的好吗？只能这样了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我只有跟你许阿姨说出这些话，她才能死了这个心。爸爸对不住她，我欠她的，我会找机会报答她的。爸爸心里很痛，真的很痛。爸爸，我说过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只要你觉得幸福，我一定会支持你的。记住，爸爸，女儿永远在你身边。爸爸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们是下山的群狼。围捕猎物，团结一心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为了围捕猎物，我们团结一心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为了生存，我们要培养狼性。为了生存，我们要培养狼性。为了竞争，我们要团结一心。为了竞争，我们要团结一心。集体的荣誉高于一切。集体的荣誉高于一切。我们是时代的精英。我们是时代的精英，我们是拖不垮打不烂的团队，我们是拖不垮打不烂的团队。为了得到真爱，我们勇往直前，誓不罢休。为了得到真爱，我们勇往直前，誓不罢休。无论遭到多少挫折，只要我们心中有爱，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。无论受到多少挫折，只要心中有爱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。不怕被拒绝，不怕被拒绝，不怕被伤害，不怕被伤害。为了真爱，我们可以一忍再忍，直至胜利。为了真爱，我们可以一忍再忍，直至胜利。为了爱情，我们甘愿经受风吹雨打。为了爱情，我们甘愿经受风吹雨打，哪怕遭到重创，也永不言悔。哪怕受到重创，也永不言悔。文英，跑题了吧？哎，你看出什么？没，不是你没看出什么问题来吗？不是，什么问题？许文英啊，边红旗呀，这俩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？真傻假傻呀你？只能有两种可能。一，生米煮成了熟饭，木已成舟；二，吹灯拔蜡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是我走我的独木桥。真的？你是说他们俩已经……然后，哎，那他们俩是谁拒绝的谁呀？这你看脸色儿啊，肯定边红旗呀，假装疯魔，人无人料的。哎，也背不住啊，是为那保单。保单？1000万那个，1000万，啊，就那个，前日子
边红旗不是老吵嚷嚷说自个儿有一千万大单子啊，是吧？结果呢，许文英去给谈了，也许两人就为这事儿。嗯，哎呀，原来是为了保单呐！不许侮辱文英！我不许你们两个人背后瞎嘀咕。文英绝对不会为了一张保单，更不会像之弟你说的那样，不许侮辱他。不是谁侮辱他？不是出了这个事儿以后，我们急，我们在想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们想什么原因是吧？我们帮着推测推理是吧？猜谜，猜谜懂吗？猜谜，灯谜可以，这个谜最好不要猜。李虎，我告诉你，你最好以后不要跟吴之弟用这种不负责任、不严肃、不理智、充满调侃的话谈论文英，要不然你对文英就绝对不是真爱。我作为你的竞争对手，郑重地提醒你，要真诚。只有拿出真诚，才能赢得爱情。为了真爱，我们勇往直前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哎呦，哎，我真受不了你们俩这250啊！你们合一块就是一台湾歌星500，你们聊吧，你们聊吧啊！我走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文英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人关怀的时候。嗯，决定了。什么？我要约文英见面，带上我。嗯，干什么？恋爱不专一，老大徒伤悲。你说谁？我是说那些拿感情当儿戏的人。切，哼。你们俩都在啊。宝娟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你是不是遭到红旗哥的拒绝了？你问这干嘛？我不想说这个。哎，文英，文英，文英，我们是团队。你说过，狼性训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团结协作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齐心协力战胜困难。文英。我知道，你内心一定很痛苦。我问红旗哥了，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就明白了，你一定是被他拒绝了。我知道，你内心一定是极其的不平静。你在职场晨会时候的表现已经告诉了我，文英，我知道你内心一定承受着煎熬。我不希望让你一个人承受这种煎熬，我想跟你共享。宝娟，痛苦也能共享，同感。痛苦。那你呢，林虎？你来干嘛？我也一样，我跟宝玉商量了，我们今天来就是想给你解解闷儿。不是，那个，我们就是想你有机会说出你内心的痛苦，然后彻底的把边红旗给忘了，然后在我们两个中间选择其中的一个。我们俩已经说好了，不管你选择的是谁，对方都会安安静静的走开。绝不会死缠烂打。
文英，如果你想哭的话，你就哭出来吧，千万不要憋在心里啊，那样的话对身体有害，而且时间久了，毒素太多，你的脸上一定会长包。我不希望有任何的包包点点破坏你的美丽，所以从现在起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可以陪着你。不会吧？这种时候，你们俩就别跟着掺和了吧。是，我是遭到了红七哥的拒绝，但是我并不想放弃，我想继续。文英，我知道被人拒绝之后的那种痛苦，爱之深，情之切。虽然你现在故作镇静，但我相信你的内心一定像是翻江倒海，或者说是海啸奔涌而来。我知道这是由于经受了巨大打击之后人的正常表现。文英，你就哭出来吧，我求你，你就哭出来吧。姐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文英，我们既然是一个团队的同事，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哭。也能够一起笑，像你说的，文英，虽然我们不是情侣，但我相信终有一天，撒开的手会重新握起，分开的心会重新聚拢。我知道，文英，你现在是最需要人理解的时候。我就希望做一个倾听者，不，参与者，对，感受你的甜，更体验你的苦。文英，要哭。可以开始了。你干什么呢？你怎么不哭啊？人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那绝对是未到伤心处。为了文英，泪水已经多少次模糊我心灵的窗户。啊！
爸爸。边宇啊，放学了吧？啊，正往家走呢。你东边阿姨啊来电话，让我晚上去她那儿谈点事儿，我就不回来吃饭了啊。行，那我自己做点吃的。哎，爸爸。啊？我算了，我不说了。嘿，你这孩子有什么话你就说嘛。那个，总之你早点回来。对了，千万不许喝太多酒。行，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啊！哎呀，呵，你买的，你这行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来来，别别别，说一声啊！来来来，哎呦，我天哪，你还能接手？你小心点，小心点。没事。真厉害你！厉害了。嗯。行行，去吧去吧，等着吃吧啊！你就请好了，你就啊。别烫了，离远点啊，别烫着。来了，哎呦，爷，辛苦你了。辛苦什么啊？红酒。哎，我还是喝啤酒吧。给你准备了。哎，我来，我来，给我，给我。慢点。那咱们就碰杯吧。嗯，既然是要碰杯的话，那就说点什么吧。哦，好。哎呦，姑奶奶，您说话，我这端半天了，少爷回来等不及了我。哎，你慢点喝。嗯。那，你考虑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啊，我是说，我那天跟你说。咱们俩交往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没事儿，你可以拒绝我，我已经做了心理准备了。你完全有理由，也有这个自由，只不过我想要听真话。红旗，你真的不用考虑的太多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，只要有爱。嗯。你真的愿意和我一起携手共沐爱河吗？是汤汤吗？不过我不敢，这不敢保证让你满意啊。哎，但是我会尽心，我尽力啊。好，咱们就为这个干杯。哎，好。嗯，哎，不是你不敢啊。我慢慢喝。
话说了。来，干杯。你来了，吃水果吧。啊，不用，张璐女士，我这自己带着水呢。哎呀，跟我还客气，做我的保险顾问，至少我们俩得先成为朋友吧。那是肯定的啦。你结婚了吗？啊，还没有。那至少有男朋友了吧？要是没有男朋友，我老公他们公司有一个副总啊，人长得不错，挺精神，是属于那种要什么有什么的。要不我给你介绍介绍。不用了，张璐女士，不是没有男朋友吗？哎呀，他人真的不错，是那种超一流的。我要是不嫁给我现在的老公，说不定我就嫁给他了。我看哪天一起约大家吃个饭。真不用了，张璐女士，谢谢你了，我有男朋友了。有男朋友？刚才不是说没有吗？那他是干什么的？你男朋友是董事长还是总经理？啊，我看你这么年轻漂亮，你男朋友一定是个超有钱的主吧？张璐女士，这个问题咱们今天先不谈好吗？哎呀，聊天嘛，快给我讲讲他到底是干什么的。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保险业务员。保险业务员一年能挣多少钱呀？怎么找个那样的？喜欢啊。喜欢？我今天要不是亲耳听到，我还真不敢相信真有像你这样的女孩。不过我看你倒是蛮实在的，跟你做保险我放心。嗯，你这包是假的吧？是 A 货，这个包连名牌都不算，很便宜的，但是我喜欢。我这儿吧，有不少不用的包包，你要是喜欢呢，我可以送给你。啊，不用不用，张璐女士，真不用，谢谢您了。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保险业务员，背这包挺好的，不扎眼，还不露富，对吧？哎，你男朋友不会是前段时间来那家伙吧？我看他长得年纪也挺大的呢，也不怎么好看啊。到底是不是啊？是，他是我男朋友，我很喜欢他，很想跟他在一起。那合着你们俩是一家人？是。我们是一家人啊！你说什么？哎，就这么回事儿，反正我都告诉你了。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哎呦妈，我怎么会跟你开玩笑呢？你我告诉你啊，这边红旗有女朋友，我见过，叫文英，是他们那个保险公司的。妈，红旗都跟我解释过了，她和那个许小姐啊，就是同事关系，不是恋爱关系。可能是许小姐好像对红旗有那么点意思，这以前我都知道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你弄清楚。你说你好了一圈，转了一大圈，又跟边红旗好了，你早知道这样，你跟吕少雄好什么劲儿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我可不放心啊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？再说我又不是个三岁的孩子，这事儿我自己做主了啊。不是，我是意思是说呀，这个边红旗到底跟这个许文英发展到什么程度，他们俩断了没有，你得弄清楚，别到时候弄得鸡飞狗跳，算怎么回事啊？行了，不说这事儿了啊。嗯，我忙着呢，先挂了啊，拜拜。说这孩子，嘿嘿，不会吧？怎么不会呀？冬梅红口白牙跟我说的，说边红旗现在和他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了。哎，我说史夫人，我这个血压高，心脏又不好，您别吓唬我。这我急死我了，怎么回事这是啊？我还心脏不好，血压高呢。你说咱们呐，在北京都说的好好的了啊，咱们也看见许文英的姑娘，不错，人家啊，对红旗呢，对小雨都挺好，他跟小雨俩之间的关系，我看着也挺舒服嘛，是不是？可是这怎么又跟你闺女了？我说。怎么回事？这是，我看呢，他们俩早就认识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他也没说是要搞对象啊。我跟你说，史夫人，这事儿
不靠谱。我觉得这事儿不靠谱的是边红旗。您别误会啊，我说这不靠谱不是说你啊，我是说这年轻人现在怎么这样呢，太不靠谱了。这是啊，我也觉得这事儿挺奇怪的。你说我觉得那文英和边红旗他俩挺般配的，你说怎么弄了一大圈，怎么转到我们家冬梅身上了。我跟你说不行，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，我到北京去他给我把这事说清楚。